哦，但是咧，原本这大家唔是全部拢像这安尼挂牌安尼，安尼顶着咧，我都变啦，规个全部拢啥呢？种莲花，对家一直到天边安尼，哇，全部拢莲花啦，规个拢变作莲花池，我的香味安尼足香的安尼啦。啊，神农庄底下安尼，刻一蕊起来哦，啊，偌大蕊呢？遮大蕊，哦，呵呵这是后学的，哦，所以过一阵咧，卖去想讲，哦，啊，唔知有遐大蕊无？无啦，哦。安尼只细蕊安尼啊，先拢起起来细，伊就讲细条你的分别，哦，啊，凡你无分别的智慧啊，哦，先拢在底下细啊，细细念一段咒语，才起有效哈。啊，有啊，偏迄种芳味吼，偏味了，人讲系虾米个神清气爽，哎，有啊，感觉讲有这种效用，哎，神清志明啊，规个用来拢清透起来，偏到迄种芳味，规个人拢清透起来啊。啊，所以咱。天顶迄种功德水吼，会使解脱业障啊，解脱咱的无明啊。咱平常做些烦恼啊，做紧张做安怎？天顶的水洗过，你就拢袂惊袂惊吓。啊，后下起迄类花起起片了，我才发现讲，奇怪呢。进前我的感觉是安怎呢？是神翁哦，做主不要带我登去天顶嘛，所以我一直感谢神翁啊。片了我才发现讲啊，唔是安尼啦。我原本就做，我就是住在这的，我原本就天顶的人。我是怎样？来咱世间啊，怎么袂记得安尼啦？去袂记得？先拢洗了，我讲哦，原来我较早就是这的人。这不是干那后巷尔，咱各位真贤在座所有的人，全部拢对天顶来。哦，后摆咱回去，咱就知影。咱若过迄个后摆莲花池的时候，咱去洗咱家己的灵台了，就发现讲哦，原来大家拢是对天顶来。哎呦啊！底下就看到讲，哇、哦！啊，我的莲花这大蕊，哎，远远安尼看过吼，远远遐有一蕊啊，安尼都雄雄悬起来安尼，超三层楼，未输那一粒山的莲花安尼。遐想讲，哇，不得了！我这安尼，啊，迄、那个一粒山的莲花，哇、哦，这唔知是多少个大菩萨。所以遐就哇，一直要走起啊，要去看这蕊莲花。啊，底下水啦，迄莲花底啊，遐打落那沉落，你知道？啊，沉落，才开始会紧张啊，想讲哇，唔知淹死哦。结果神翁迄耳孔就伫我边啊，伊就讲啊，讲啊，你若想要起来，就用起来。啊，伊发觉，诶，安尼哦，啊，就想一个鸟，你敢若讲一个念头转变，伊发觉变伫打伫迄个花面顶啊。啊，安尼甲天边迄边，安尼照你讲，我那真远有哦。你敢若讲想讲啊，我要去，啊，就到啊。敢若想讲我要到，啊，就到啊呢。你安尼一个想啊，就到啊！免讲像咱遮安尼行久安尼有无？天顶拢免行哦，你想要到就到啊！哦，我想着，哎，啊，就已经到啊！我就问神翁，神翁，你帮我看迄蕊大蕊的莲花伫倒位？神翁就伫你的脚底，我伫遐看，哎，差不多面汤啊，遮大。啊，我就讲，啊，神翁这是安怎？啊，神翁来，你来，我就来。啊，来了后，神翁就比讲，这啊，这蕊啊。是恁师尊啊，就是咱济公老师的莲台啊，咱活佛师尊的莲台啊，哦，有遐足欢喜。因为是安怎讲呢？你看到人迄个德性，吼、哦，遮尼啊，吼、哦，遮尼啊威严。咱若看到咱家己的这個，咱就知影讲，哦，咱的德性足无够。但是你看到老师吼、哦，你就有迄种感觉讲，哦，安尼特懂，对，特懂，哦，对咱老师。